再坐下，现在号上头角六号交给了后面沙滩的22号，弯旭队蓝队走中间想打门了，一脚打门，接球打的力量很大，可惜高稍稍高出了横梁。 红队发起进攻，交给了15号，3号把球控好，用身体，还有球还在界内，蓝队把球抢断，交给再坐回来，接球传的有点大，他的前锋没有把球追上。 现在由红队发起反击，漂亮，坐过来了，一脚打门，球进了。红队，红队这球做得漂亮，打得漂亮。由11号再续攻击一球，目前场上比分红队4-0领先。各位球迷，各位朋友，现在。 红队4-0领先。10号，这球挑得很高，守门员记得出来把球给没收。这球直接挑过来，交给后面沙上的又是一脚打门。15号，这球可惜打偏了。 抛回来，抹过来了，抹过来，面对守门员捅一下，球又进了，5-0。由红队11号从蓝队队员脚上把球抢断，直接抹过了防守队员，面对守门员一脚推射，球打进了守门的远角，场上比分变成了5-0。 17号，红队17号控球，接球，现在请求换人。红队20号换下了15号，3号中场控球交回来，交给了刚才进球的11号，两个人上围抢，抹过两个，再靠过3个把球传进来，又是打门，这球打空门没有打进，77号一脚推射，可惜球打偏了，一脚长传把球停好。 停得很漂亮，想抹，可惜没有抹过，走中间，又是一脚打门打到防守队员身上，弹了回来。蓝队控球，22号交给中间10号，左边6号上来接应，漂亮，再坐回来。22号控球假动作缓一下，这球没有交过来。现在号上刀角交给守门员，守门员表现得很轻松。 这球又被蓝队碰到了界外，三号控球面对一个队员防守，走边上一截打门，这球又打偏了，一脚左脚的打门，蓝队22号控球交给18号，这球没有靠过来，又被防守队队员把球抢断。 这球传的没有目的，直接传给了对手的守门员。守门员出来，直接把球抢断，踢到了界外。守门员反应很快。各位球迷、各位朋友，现在收看的是万旭足球队内部交流赛，红队蓝。目前场上比分红队5-0领先。又把球交给守门员，22号控球走中场，再抹过来，走中间。
漂亮，十八号转身，耗过来了，再打门，可惜这球又打偏了。连续的晃动，晃开防守的队员，一脚打门，可惜这球又打偏了。交给边上的队友，三号回来接应。现在三号回来打后卫，这是真的漏过来了，一脚又推射，什么样单手直接把球给卸下来，一脚长传，可惜红队的十二号又把球给抢断。现在面对守门员一个快速反击，又打门打到了守门员的脚上，又弹到了界外，一个单刀的机会没有把握住。把球传过来，二十二号回坐下，二十一号面对守门员靠下，又是一脚打门，可惜又被抢断出来了。十一号又推射，又进了，又是十一号，红队的十一号直接一脚推射，球门直飞远角，长的比分变成了6-0。万旭足球队红队6-0领先于蓝队，蓝队蓝队现到目前为止颗粒无收，一个球都没有进。一五是一脚打门打到了边网上，红队什么要把球发出来，交给二十号再倒一倒，用身体护住球，这球今天传丢了，传到了界外。交给守门员，二十二号后场控球，又是一脚向前送，可惜球传的力量太大。后卫三号红队控球交给了十一号，各位球迷，目前万旭足球队内部交流赛红蓝之战，现在红队6-0领先于蓝队，这球又传丢了，十号控球把球踩回来，这球没有抹过去，直接被号位三号快速的出脚，新外面完了，你们新外面完了，现在蓝队又开始换人了，刚才红队的十五号现在变成了蓝队的十五号，把球挑过来，后卫直接用头点了一下，一个大脚抡解围，把球踢到了另外一个场地。
现在球飞到另外一个场地，这球还没有捡回来。各位球迷、各位朋友，你们现在收看的是万宁长风足球基地六人制足球比赛万旭足球队内部交流赛，由红队对蓝队。目前场上比分，红队6-0领先于蓝队。22号控球，这球又被抢断，红队又把球给控制好，蓝队再次把球给抢断回来，靠回来，交给守门员，漂亮。22号回来接应，一脚往前送，直接又被红队抢断成功。面对守门员挑一下，蓝队打反击，21号往前送，交回来，这球直接出了界外。守门员控球交给浩威，这球又被红队抢断成功，靠回来。12号没有机会的时候再倒一倒，交到边上，20号再回一下，这球还在红队3号脚下，这球传得过来了，11号瞄一下又打门了，想来个刀割弯远角，可惜这球没有打上。15号走边线传进来，守门员直接把球挡到了底线。这球传到后点，22号把球卸下来挺好，直接传进来，这球直接传到了界外。红队现在后场倒脚打得很轻松，由于大比分领先，虽然是内部交流赛，但是也认真对待，球还在红队脚下。3号控球能力很强，直接把球交出来，这球又传丢了。蓝队快速反击，漂亮传过来了，面对守门员，守门员出来一脚捅一下，可惜后面跟进的队友没有包抄到位，球直接飞出了底线。红队3号控球，中场控球交到了边上的20号，扛了一下，一脚左脚打门，守门员直接把他的屁股露出来，可惜这球没有打在球门范围内。各位球迷、各位朋友，现在是万旭足球队内部交流赛红蓝对战，目前场上比分红队6-0领先。这球红队先把球护住，3号护球能力很强，技术很全面，这个身体更壮，先把球给护住，好球，可惜这球又传丢了，把球卸下来，先把球停好，这球直接带出了界外。红队发界外球，直接大力的往前送，传到了这边的底线。左一下，好球，打门，这球又打偏了，面对守门员出击。8号这球没有打在球门范围内，直接推偏了，一个破门的最好的机会，脚法没有控制好，直接打偏了。红队控球，漂亮，这球传过来了，再交给3号，漂亮抹过一个，被后面上来的对手直接把球给抢断。球在守门员脚下，交给了10号控球，
十五号走中场，漂亮过来了，二十二号瞄下传到里面去，站在门线上的八号，这球打不进比打进还难，直接在球门线上解围，这球传得漂亮，可惜打不进比打进还要难。十号，目前场上比分算着红色球服的红队6-0领先，这球没有传过来，再次抢断过来，红队现在控球打反击，这球没有抹过去，两个人上来围抢，这球犯规了。各位球迷各位朋友，十五号一脚打门，守门员双手直接把球给拖到了底线，角球这球再传进来，球还在他们脚下，二十二号控球，这球没有靠过来，角度很小，又获得一个界外球，传到好点，二十一号瞄下想打门了，再走中间，双方都站出来了，再打门球进了，红队放水，让蓝队二十一号打进一球，目前三大比分扳回一球，1-6，红队所有的队员都站在原地，看着他打门，守门员也虽然做出反应了，可惜这球把他让进了球门。现在红队控球，目前三大比分，红队6-1领先。十一号传过来了，打门，这球直接二十号直接推偏了。现在就蓝队发起进攻，十五号控球交给边上的十号，再坐一下，二十一号再传进来，漂亮，十四号瞄下打门，这球脚法没有控制好，角度也没有控制好，今天又打偏了，这球传过来了，二十号胸口把球卸得很漂亮，可惜最靠这脚传球，没有脚法，没有控制好，直接传到了边线外。小动作，黄下交给守门员。后卫二十一号又带球，刚才进球的二十一号，现在球在刚才进球的二十一号脚下。瞄下一个挑传，可惜球没有传过来，再次用身体把球给护住，这球直接犯规了，感谢各位球迷的观看本场的比赛的直播，感谢你们的留言，传进来打门球进了，这球做得漂亮，十一号一个下底倒三角直接传到了后面杀上的三号，面对守门员一脚推射球进了，三大比分变成了7-1，由红队三号再次攻进一球，三大比分变成了7-1，脚到边上瞄下靠回来，直接打门打到立柱上，又是一个界外球，靠回来，红队打反击，可惜这球传大了，这球传过来了，面对两人防守，漂亮，捅下进了，又是一个美妙的配合，由刚才是红队的十五号，现在变成了蓝队的十五号，直接传到禁区里面，他的队友后面杀上，直接一脚打门修进了，扳回一球，场上比分变成了2-7，蓝队还落后四球，落后五球，目前场上比分红队
七比二领先。走过来，二十号假动作晃下，看来要打门了，这球没有扛过去，漂亮传出来了，一个四打一的机会，可惜这球传给了守门员，再推一下，防守队员把今天把球给挡出来，球在还在蓝队脚下，红队一个反抢成功，用身体把另外一个护住，接球，红队现在发起进攻，靠过来，接球，今天传丢了，传到了十四号脚下，瞄一下打门，接球脚爬脚法没有控制好，今天打高了。红队又是十一号瞄一下推一下，可惜球击的推偏了。现在蓝队进攻，现在红队请